因为白兰地也是开的还是没准的，就是每一个品种。这个是电流的，但是每个温度表的控制的。一般，你看，玻璃一样吗？你是加拿大马上，他自己不知道一共所有的没有吗？对，就是所有的电压是这个吗？那就三百八嘛，这么多电压嘛。他不是说应该三百电压是比较多的？对不对？就是每一个是相对应的嘛，一个就是什么？然后这个总功能是，这只是电压而已。对，他就是说就是所有功率能不能来？功率啊，对吧？没有。这个每次停机，然后再进它们的，但是要下次在开机的时候配料才会出来，就是所有这样管，因为它的温度在还在上面的话，就是还有电，没电了，啊？没电了，不要做了，就结束，这个吃不掉了，结束，已经吃不掉了，吃不掉了，只能马上吃不掉了。干了，刚刚的水已经烫了。这边他出去一下就回来的。他就是刚出来的。
可慢一点。这个温度给大家可能不够，我们先试一下看。
你看这样，旁边没到头啊，没到头，这现在太长了。啊？这个太长了，这现在已经两米多了，是吧？你这个泡的时间没到那里就已经两米多了，你这个到头的话就两米多了。这个看不到，要给它修改还是修改？就这样。先要割掉也可以。这旁边你不应该给它取下，这样的话它这个气不是充不足嘛，漏气嘛。这肚子，它的气管现在它不足，你自己在这里拿去用。那这不是就跟那个缠了一层那个不一样的效果吗？这样。自然就会停了，你不要动了，这个是冲着泡沫进来的。